在大街上撒野。上学。我自己没有表情，就这个表情。走入世界，不工作最开心的时候，那完了。回家睡觉。睡一觉。回家打枕头。高级动物。对。好。来。3、2、1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这些问题全部都在我们2年前那个时候给你问的 GT50 问里面，然后问过的问题。你现在的社交账号，用微博来说，粉丝大概有多少？在微博上面好像是8000出头一点。你觉得现在自己的身份跟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？现在的身份多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。最想跟谁合唱？最想跟 Sam Smith。前段时间演了一部古装动作戏，喜欢自己的古装造型吗？会尴尬吗？看到是吗？会不会有点太疯了？有一点。还好。如果不能当艺人，你最想要从事什么职业？最想可能就是老师吧。如果不当艺人的话，你想从事什么职业？不当艺人，出租车司机。那你会开车吗？我现在还不会。我的梦想一段换一段，就经常有很多突然的梦想。你会开车吗？会。举个例子，你觉得什么叫做一份稳定的工作？稳定的工作，首先你得热爱这份工作，然后你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吧。那份稳定的工作，我觉得稳定的工作就是工作的时候很自由，然后下了班也很自由。可能那会儿我觉得，可能那会儿我还徘徊在工作之外，就是我没有享受工作，我没有把工作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但可能现在我觉得这才是我的生活，可能就享受在里面了，就没有想着工下了班之后怎么样怎么样。为什么用江湖做头像呢？我是希望自己能像火车一样装服自己。走下来。为什么你还在用货车这张图做 Instagram？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头像，一开始就仅仅是喜欢，后来慢慢跟粉丝开始发生了一些感情上的连接，然后一直延伸到演唱会，然后反正现在是有意义的。周游世界的第一站会是哪里？湖南吧，我们老家。周游世界第一站会是哪里？第一站我想湖南，回老家看看。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多久没回湖南了？就一整年。一整年，你想最想回来哪个东西？山。有趣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就我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，我喜欢山啊湖啊这些，然后我们老家山非常漂亮。我老家住的那个村就是在重重的山里面包着的，所以非常漂亮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说你是当时易烊千玺这个人帅？好好好好。